来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艰苦啊什么的，结果来了就还好，没有想象中那么艰苦。和孔社长大人也说，在这边可能条件会艰苦一点。结果我们来了之后发现，这哪是艰苦啊，是挺好的呀，我觉得。就是一个复试的楼，上下两层，然后大家都聚在一块儿，一个房间住三个人，都睡榻榻米，然后在床上都可以滚来滚去，我觉得哇，挺好的。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，然后也没有工作人员跟我们说的那么条件艰苦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来了之后，我第一次进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太好了。有两个厨房，这个房间好复杂，好像迷宫，我怕会走迷路。我也觉得我迷路，这边挺好的，而且楼下爬楼也麻烦。对，这我觉得这可以玩躲猫猫。第一反应就是哇，怎么这么大？第二个感觉就是觉得像迷宫。我就想的是，天哪，这怎么到处都是房间，这一个口那一个口的，哦，我记不住。他那里还有，他们没有，哎呀，我宿舍记。天哪，这好像哎，护士啊，哎呦，糖糖，就是比较像家那种。因为就大家都生活在一起的，然后还有厨房呀这些，还有客厅，就是我们楼上还有天台呀这些，蛮适合练舞的那个天台。太棒了，棒的我都迷路了。我也是，比之前更期待集体生活了。之前呢，我们是有定五个组长，就是五个组长可以先请站起来。然后五个组长到前面。你要跟我换吗？
因为在抽之前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抽到地嘛，然后小虎牙可能看到我特别喜欢想要地吧，然后刚好可以四个人住一块嘛，他就给我换了一下。然后三人间的话，我第一个选的是杰怡，因为平时的话大家一起玩的也比较多嘛，然后他其实是小孩子，我觉得。李淑妮。后来被奈奈选中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我们算是认识的比较早，也认识的比较久，最熟的一个成员吧。首先我选的是杨依依，因为我平时就也是跟她一直都在一起嘛，就是她可能也比较依赖我，所以我肯定会第一个选她的。我第一个选的是唐元琪，然后是因为我跟唐唐认识的时间是最长的，整个团里应该都是我们认识已经有快4年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就先选他，我们之间会稍微比较熟悉一点，而且我们都是四川的嘛，然后可能很多生活作息会比较相像一点。8月份的时候是跟心仪一起住的，住过一个月，然后他就像我妹妹一样，然后他就说之前他就跟我说如果分宿舍的话让我选他。团团是跟心仪玩的比较好，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应该挺好的，然后我也挺喜欢团团的，所以就选了他们两个。第二个选的是万方舟，然后万方舟是我到这边来之后认识的女生，我觉得她的个性啊还有各方面性格都是挺好相处的，然后她又是我们团里头最高的吧，她跟唐唐放在一起一高一矮的，刚好有一个就是身高萌，我觉得很好。第二个选的是陈静，她跟我说过她就是没有关系特别好的嘛，稍微有点担心她，所以就把她想要就是喊到跟我一起。我也有点像徐新竹，他就是生活作息非常有规律，然后我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晚睡或者怎么样，然后的话他就可以影响我跟柠檬两个人，可以把我们两个带的就是生活作息非常的有规律。那将来我们也玩得很好，然后杰依又很黏着江南，然后那我觉得也算是两个大姐姐照顾一个小妹妹吧，我觉得这样子的组合也比较好。知道了姐。然后最后选了是张碧妍妍妍，然后妍妍是一个性格也很可爱的女生，她基本上就是说话也是软软糯糯的那种，就会觉得啊，就是汉子心，有时候会觉得很听到这种小女生的声音，我就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了。好搞笑。Say hi。什么名字啊？猫。熊什么叫？贝尔。这个取了个名字叫儿子，就是嫂子。My son. His name is 儿子。干什么？我在组装一个就是放化妆品的东西。我觉得我鞋子好正经。耶！哎，我的裤子好好啊！
加油加油。其实我觉得根本铺不了四个，铺三个这边铺满了，我们可以这样睡啊，你就这样。当时就是没有概念要在地上腾一块东西给床，我就觉得这空间很大，跳都可以了。脚在那边吗？但是这个铺盖没打开，也不知道多大，说不定正好就是。等等等，你看这样子铺只能铺三个，然后还有一个要这样铺。一开始让我横着睡。谁愿意在三个脚底下横着睡啊，我的天哪，内心的 OS 就是要不我出去吧，我睡阳台也挺好的。三个竖的也是横着，嗯，他们思考吗？但是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如果三个这样睡的话，不能让那个人睡那边，那边是脚是头不好。然后这时候他们就说要不他们头朝我，我还是横着睡，那我就觉得有一个人至少要跟我的脚共度。我好像虽然我这个人挺爱干净的，但我也挺替别人爱干净的。我觉得要是我肯定不接受这个事情。不过现在想想哈，真的没关系，问方舟真的没关系，我不觉得我的脚亏待了他。这时候就发现旁边有个小隔间，虽然很小，但是如果不关门的话，就那样睡一溜好像还可以。要克服，就是我当时想他应该至少是一个房间隔一个房间的，结果到了以后居然发现是一个超级大通铺，然后变成六个人住，而且我还住在一个过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里面那个 B 房间和 A 房间的人进进出出，每次都会踩着我的腿过去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你灯一开我就行了，你们谁出来上厕所，万一起那灯一开我肯定要开灯的，不然踩到人。其实不喜欢就是那样子睡，因为我是很容易惊醒的那种，然后你懂了，睡在过道里的感觉就是所有人进进出出。到时候看吧，什么时间再做修正。那我要平时我就睡客厅，这样。可能主要是我们是个过道，而且你现在没看过。而且对，而且里面是五个。对，又有声音，然后肯定有人万一卡住了，才受不了。好了，然后全都面朝这边站好。然后关于睡觉的地方，我也是提前就说过的，因为来日本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知道就是抽签的话，下面睡 C 号房间的同学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，没有办法，大家一定要克服一下。一楼的厨房有三个大的垃圾箱，然后分别就是星期一扔的、星期二、星期五扔的和星期四扔的。星期一只是那个资源型塑料，就是这瓶，只要是跟这些相关的，就是什么塑料袋、零食包装袋这种塑料的东西，那种餐盒啊什么的，这种塑料的，都是扔在资源型塑料这边。然后可燃垃圾是星期二、星期五扔的，你们看标注的东西，它是属于哪个分类的，又扔在哪个里面。瓶子、玻璃瓶和那个就是罐头，然后也是分别那个扔的。而且你们记住啊，你们每次喝完的东西，如果你喝不掉，你就用水冲掉、洗掉，然后把这个瓶子晒干了之后，再去扔到那个垃圾箱里。是每天早上8点，就8点之前一定要扔到楼下。然后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不是会分 A、B 组起床嘛？对 ，AB 组起床的话，就是每一组每天早上就是，会有一个担当的那个倒垃圾担当。一说起垃圾这个事情，真的是满满都是泪啊！如果当天扔的不对的话，就人家不会帮你们收的，然后到时候会退回来。就而且如果你们这天没有扔垃圾，这个垃圾就存一个星期，到下个星期也在扔。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就是压力大吗？你吃个东西不仅要想。你要吃什么口味的，好不好吃，吃的量怎么样，你还要想吃完之后这些厨余要怎么分类怎么扔，如果吃不完剩下的要怎么扔，这个包装袋又是谁的，等不好意思，这个我要洗干净，然后扔掉晒干，看到吗，就要这样扔，我都在这样吃东西我在外面喝完放了外面，算了，但是我也不想说
不要在这里面吃，喝水就够了。太麻烦了，真的是太麻烦了。我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很开心，吃完了之后就不想面对那一堆垃圾，真的真的好麻烦呀。我真的很想给日本人科普一下什么叫垃圾啊，脏了才叫垃圾啊，那么干净哪叫垃圾？我觉得我们把那个盒子冲完了，直接可以还到人家店里去了。也是淡化掉的，这个有嘎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这个应该是猪肉的，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像烧烤猪肉的那种，然后会有一些姜，然后这个是海带的那种。这个可以烧，那个不能烧，那个烧了会引起毒气。这个不可以烧，这个是那种塑料的东西。嗯，那个不可以烧，这个可以燃。嗯。好。就是因为我们16个人必须要分班，这样的话有一个就是8个人一个班级才好教学。但是如果即使 A 班你没有达到这样的素质，最后不出道就是不出道，就是继续训练就是要继续训练。我还会看就是有哪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包括纪律，包括学习能力，包括态度上不好的。我之前说过，说在这边不好就直接回去。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，我就觉得我们十多个人这样挤在一栋房子里头，特别特别的热闹，就是感觉还蛮幸运的，能够遇到大家。重点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里面的人每一个都挺和谐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，所以大家在一起都是很团结很团结，那就像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其实是很好的。我们来这里的日子只有3个月，但是这样的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的，可是回家待的日子还很长久，所以总觉得这样的日子更需要去珍惜一点，反而就是有一种过一天少一天的那种伤感的感觉。晚安。有点类似国内的快班慢班，争取不要被彼此的人超越了。